千岁，千千岁。平身。谢千岁。韩大夫。臣在。那个叫什么夏侯威的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启奏军头，微臣正在周旋。都半年了，还要顾怎么样？亲自去请他。臣罪该万死。你去告诉他，顾灭了他们晋国，依然是以礼相待。衣锦食禄，那是顾瞧得起的，他别不知抬举。微臣以为，君侯既有爱才之心，此事还是公心为上。这话怎么说？启奏君侯，夏侯威乃晋国上将军之后，弑母至孝，秉性孤傲，要他改节世寒，只怕不肯屈从吧。他喜欢不喜欢女色？据微臣所知，功名利禄他一无所好，只是好贱。梁柱，你过来。如何？可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剑。好，的确是把好剑。有眼光。好是好，不过据我所知，这剑有同样的两把。在谁手里？不错，是同样的两把。这把剑价值几何？价值千金。我要了。夏侯公子，这把剑已经卖了。不用多说，我加一倍就是了。这我实在不敢从命，而且林峰剑士已经派人来取剑了。你说这把剑的买主是洛阳剑士林峰？就是他，他派了人。就是那几位，你们回去告诉林峰，这把剑我夏侯威买了。夏侯公子，夏侯公子，夏侯公子，再不放下宝剑，休怪我们无礼了。哼。
就凭你们。你们把话带回洛阳去，如果林峰一定要这把剑，叫他亲自来找我，我一直没有机会领教他的剑法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，别人不敢，你是从小把他带大的，怎么也不替我说说他。小的说了，可是公子的脾气，哼，脾气，去把他给叫进来。快去。是。拜见母亲。进来。母亲万福。慢着，先向你父亲的衣冠跪下。听说你这一天又收了几位门客？是天山来的名剑士，孩儿留下他们研究剑道。哼，你总有理由。难道说把梁祝一头好好的头发给割了也是研究剑道？老夫人请息怒，公子也是无心的。不用护着他，都是因为你们不能相劝，才使他这样横行不法。母亲，儿子不好，责备儿子，跟他们下人有什么相干？好，我就问你，你昨天又得到一把剑。是。这把剑是怎么来的？买来的。买的？说得倒好听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巧取豪夺下流玩物，足以丧志。你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会招致杀身之祸。李督官，按言求见。启禀老夫人，公子韩国上大夫韩延拜见公子。他又来干什么？威儿，你母亲请放心，国仇家恨孩儿不敢忘记。公子你误会了，静院桃花盛开，今日君侯邀你前来，只为赏花赴宴，尽一日之欢。哦，夏侯卿，美吗？真是美不可言，故还有比这更美的让你看。
夏侯卿，听说你收藏名剑甚多，你可识得孤这把剑？太啊，真是天下第一好剑，今天总算让我见到了。韩大夫，你可知道此剑的来历？臣闻天下名剑有三，为吴国名将欧冶子干将所铸，一曰龙渊，二曰太阿，三曰工部。景正王闻而求之，不得，进而为楚之城。楚王乃引太阿之剑，大败晋国之师，故太阿之神也。原来是郑靖王求之不得的宝物，却在孤的手中。韩侯出榜，出榜，出什么榜？韩之侯曰：“寡人求通国之勇士，其于四月辛丑日，大会于庭，是击此之术，胜者受上将军职，赏太阿之剑。”公子安息。亮珠，不要走，陪我。会娶你的。我不是问这个，你是爱我还是爱剑？你不爱我不要紧，但是我要知道。
请君侯下令比试。好了，开始。开始。陈武，在。周卫，在。只有你们俩在这儿，他们都到宫门看热闹。洛阳凌风在。甘拜下风。八两虎毒来了。韩大人，他怎么还不来啊？君侯请宽心，臣有把握他一定会来的。不会来了，一定不会来。启奏君侯，比试结果，洛阳剑士凌风乃全场之冠，请颁上赏。太阿剑，不能赐给他。君侯乃一国之主，不可失信于民。来晚了，不晚。君侯犹在，局面尚未结束。不错，比试尚未结束。启奏君侯，今有殉晋故夏侯大将军之子夏侯威特来引誓，为求真才，其允与凌风一决高下。好，好，好，
林峰，把剑叫回。夏侯兄，我们真是有缘了，拿去。请。对国不忠，对家不孝。那么，奴婢去劝公子送还那把太牙剑，再向老夫人请罪。我没有这个儿子，方中门。
位孙李先生求见。不见不见。夏侯公子正在宴会，不便见客。老先生是不是？那么请再为通报，说是我来自唐西。唐西的，好，我去见他。为什么一说唐西来的，公子就立刻接见？你不知道，唐西初见是天下闻名的。先生从唐西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老夫烟学纵横，云游四海，久仰公子威名，特地冒昧求见，很想见识见识公子的收藏。从来没人见过我全部的收藏，对孙先生另当别论。孙先生，请指教。公子所藏的宝剑都在这里吗？孙先生的眼界果然不凡。不瞒您说，在昨天我还以为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好剑。听这话，公子必是又得到了一把更了不起的好剑。不错，现在他的名字叫夏侯了。好，这个名字起得好，有豪气。不过这些剑都曾经起过这个名字吧？假如公子再发现一把比这更好更有名气的剑士，又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你说还有比他更好的？什么叫好？不错，太儿剑确有天下第一剑之称，可是名气虽大，还不能成为天下最好的剑。你连剑都没有拔出来看一看，怎么知道他不是天下最好的剑？一把好剑应该在剑鞘里面就能看得出来。孙信，请留步，请先生指点，天下最锋利的剑在什么地方？你想得到那把剑？是的，我一定要得到它，不惜任何牺牲，我甘愿。愿意。请先生恕弟子愚顽之罪。好吧，我问你，你可听说过关陀这个名字？关陀，先生所指不是20年前杀死师汤的关陀？正是他，他手上那把剑老夫认为是世上无敌的好剑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太行八境之一的白境。白境，李生快去备马，多带点营养。公子，公子。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这么晚了，你还到哪儿去？太行。太行？没有官府，怎么出城呢？什么官府？我就是官府，我要走就走，谁敢拦住我？梁柱，你替我好好伺候老夫人，我就回来。走。文武啊，千岁神威。哦，你们要在孤的棺上镶上一颗宝玉。遵命。启奏军头，夏侯威潜逃出城，不明去向。陈通是你出的好主意。廷尉，臣在。你立刻派兵封锁各路，把夏侯威提供抓回来。遵命。你们替我把这幅画通通给我涂成朱色，用人的身。听好，回去告诉韩岩，我到太行白金有事一定回来。我家里他最好不要去骚扰，不然的话我回来不会放过他。这几位客官，哦，幽主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可知道关陀这个人？关陀是一位隐士，20年来，我们只听见过他的名字，可就从没有见过他的人。至于他隐居在什么地方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们往上走。
姓关的究竟住在哪里？你们报告，你急些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啊，我啊碰到好几个强盗啊。强盗？哎，准是强盗，手里都拿着剑呢。哎，你手上不是也拿着剑吗？啊，那不同啊，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。那还用问吗？我去给你拿去啊。干什么？想跟我比剑？啊？你这把剑还真不错啊！废话，要不然敢称天下第二剑？哼！魏报告，魏报告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位客官，只不过想欣赏欣赏你的剑罢了。哼！要不看你的面子，我今天给他好看。哼！身手还不错吧？哼，身手，你又带着这把东西下山，待会儿我爹准要骂你。你不知道，我要是不带这个家伙，哎，那可惨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有好几个强盗啊，你没看他们那副凶样子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后来又像上次一样，你三下两下的就把他们给打跑了，啊？这次可没有，他们一直跟着我。一定是那边强盗来了。哼，我去看。美宝。你跟小姐去，哦，把你的剑放下。你们找谁？关陀，关大侠。哦，你们是？这没这个人。哎，慢点。我不是说没有这个人吗？
在山下，这位小哥已经告诉我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？哦，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们，说我们主人是关大侠？我们既然来了，我看还是麻烦小姐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正义夏侯威专程拜访关大侠。那你就告诉他们说我不在家，上山采药去了，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。啊，快去啊！啊，快去啊！啊，好，我去告诉他们。哎，我家主人叫我告诉你们，他说他不在家，上山采药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，真是个蠢材呀。在哪里啊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有没有前面的那些山那么远？远多了。那要走多久啊？最快也得一个月。远啊！我一直以为最远的那座山后就没有地方了呢，原来天下有那么大。那个姓夏侯的为什么要老远的来看您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去睡吧。您呢？我刻完这行字，你先去。嗯，那你要早点安息哦。睡就过了头。哎，小姐，昨晚上我做了一夜噩梦，梦见那几个家伙。小声点，他们还在外面呢。啊，这真的？胆小鬼，你怕？那我去。去哪里啊？嗯，去赶走他们啊。啊，小姐。骗你的。我总觉得他们还在外边。你不相信？那你看。啊！你们还没走啊？是的，枯坐一夜，略表求见的诚意。要是我爹，还是不肯见你们呢？那么在下只有一直等下去。求小姐再为传报。好吧，你再等一下。
他们还在外边啊。那个穿得漂漂亮亮的说，要是您不肯见他，他就一直等下去呢。不见，我就是不见。爹。嗯。人家老远的来，总是有事，您不见他，也该问他一声吧。他找我有什么事？您不问他，问我，我也怎么晓得？他是怎么样一个人？嗯，他长得比魏宝高，也比魏宝神气。哈哈哈！好吧，去请他进来。走。后学夏侯威拜见前辈。公子免礼，请坐。正以夏侯大将军可是阁下的尊人，真是先父。哦，哈哈，公子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。公子不远千里而来，必有要事，就请明告。前辈既然吩咐，后学就放肆之臣了。请说吧。后学此来无他，只想一件珍藏的名剑。前辈放心，后学只是慕名来访，别无他意。婴儿，取我的剑来。是。请公子过目。它并不是什么名剑，只不过是一条废铁而已。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剑。前辈说后学冒昧，这把剑能否见让？不行，那怎么行？前辈已经归隐，荣辱富贵都已忘怀，何必又让这把名剑埋没荒山？剑若有之，怕也不甘心。何况名剑要为师者所有，勇者所用啊。我懂这个道理，我懂这个道理，只是在这把剑上我付出的太多了。哦，我懂了。李晨，难道还不够？太多了。但是这些对我有什么用？公子还是请你收回吧。那么前辈究竟要什么才肯割爱？你真的出得起吗？后学愿意倾尽所有。那还不够。你究竟要多少？多少？哼，这把剑是我用自己和别人的性命换来的。你的意思是我要得到这把剑也得拿命来换？你这人是怎么了？宁儿，不可无礼。老夫不是这个意思，公子你不明白。哼，我很明白。后学不敢惜命。你请。不行了，我至少有20年没有摸过刀剑。
再说你我也并没有理由非要拼命不可呀。你年纪大了，不比当年了，害怕了，是不是？爹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喏，剑在这儿，你呀，看得见，拿不着。这把剑，永远也不会到你的手里。走，我真后悔，不该说服我父亲来接见你。是的，我害怕，我已经怕了20年了。你请吧。你们还不走？把你们赶紧带走。就凭你这两下子，也配用我的剑？滚！快点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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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
你还是躺下吧，你的伤很重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父亲最早隐居的地方，正好借给你养伤。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动手，不知道他年纪那么大了，手上的劲儿还是那么足。来，喝些姜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头发，它一定像那条溪水那么轻柔。不，我不喜欢它像溪水。为什么？溪水太无情了，它流过去了就不再回来，你伤好了就回去了。再回来，你父亲肯把那把剑给我吗？你怎么老是惦记着那把剑？我不能不想。我胸口一疼，我就想起他。忘了他吧，他是不祥之物。不祥之物？嗯。这件事发生在我父亲娶我母亲的时候。有一天晚上，外祖父突然被人杀了。哦。就这样，我父亲得到了那把剑，可是母亲一生下我就自尽了。你是说你的父亲杀了你的外祖父？嗯。从此他就带着那把剑和我埋名归隐，不问世事。现在你不会再责备他了吧？我真惭愧。所以那天晚上你负伤一走，他就叫我和卫宝待要追来照顾你。救命之恩我终身不忘。你该安歇了。管家，长夜聊及，你不愿陪我多谈谈吗？
我们该起来了。你只要向我父亲开口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不，不是现在。为什么你不娶我？会吗？你父亲那仗打得对，我的武功实在不行，目前还不配娶他的女儿。那么你……我得好好的下点苦功，明年今日我再来，这样才不至于辱没他的威名。好吧，也难得你有这番心意。我不会忘记这一仗的教训。这给你，作为我们定情的信物。这玉佩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你带着。可是你要记住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忘不了。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马上就走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公子回来了，公子他回来了。去把我的披风拿来。为什么把中门封住啊？公子得他要见之日，老夫人传命封闭中门，请公子及早醒悟。醒悟？醒悟什么？公子聪明过人，应当知道。母亲，请恕孩儿不孝。郡侯三思三思啊。怎么，他私出都城残杀廷尉，还骗走了孤子太阿剑，难道还杀他不得？启奏郡侯，太阿剑他已经送还了。那他就没罪了吗？当今狼虎窥伺，诸侯相亲，王进民心大夫，国中用财正因，期望郡侯暂且饶他一死。君侯三思。君侯可削其番禄，贬为庶民，以惩其无知之罪。免你一死，可是姑要问你，此次白净之行目的为何？学剑。在下就是王师。阁下这个年纪有什么可以教我的？哦，这样说公子何不请位百岁老人呢？恕弟子失言，请。
还有什么人可以指点我？在下觉得公子不必再研究剑术了。怎么说？言尽于此，告辞。三月四月的啦，人家夏侯公子啊马上就要来了。魏宝，你嚼什么舌头？哟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还胡说些什么？胡说，好，胡说就胡说。那天早上不是下大雪吗？我来接你。你我告诉爹去。告诉就告诉，你敢不敢告诉他你的玉佩送给谁梁柱，你去叫他们赶快给我备马，多带点粮食。你去把上将军留下的那把剑给我拿来。是。
听说孩子不孝呢。站住！母亲，快把中门打开。是。叩见母亲。你还有母亲。孩子，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今年的雪下得真早。不是雪下得早，是他来得太迟了。爹，您又来取笑人家了。你说夏侯公子真的会来吗？我知道他一定会来。来了来了，这次可真的来了。不过不是夏侯公子，不像他呀。哦，夏侯威求见关大侠。快请快请。哦，是。请。后雪拜见前辈，无礼坐。刚才我还向小女问起，想不到公子已经来了。你应该知道我一定会来的。恕老夫冒昧，看模样公子这一年来，那是拜前辈去年一掌所赐，是后学不得不有所警惕，潜心苦练，这都是老夫的过错。不过公子也未免太苦了。不，这件事后学还得向前辈道谢，要不是那一掌，后学还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。后学今天前来的目的，前辈大概不十分明白吧。哈哈哈哈，老夫早就知道。看你笑得那么得意，那你猜错了。
猜错了。嗯，公子不是为了颖儿来的吗？颖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令郎。那么公子为何而来？就请明告。剑，你的那把剑。我曾经说过，我想要的东西我一定要得到。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是去年的说法。去年你不是说我们没有决斗的理由吗？但是今天你非跟我决斗不可。我还是不明白。那这就是你女儿的信物。现在你总该跟我决斗了吧？姓夏侯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有种你出来。魏宝，出来，不可放肆。怎么，你不敢？你的目的只是要想得到我的那把剑。不错，你为什么要出此下策呢？为什么呢？少废话，起来。好吧。哼，不，你不要这样做。你不爱我，我并不难过，因为你所爱的只是剑，而不是别的女人。颖儿，老实说，你并不是我父亲的对手。他已经20年没摸过刀剑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他动手呢？再说，就算你赢了，得到了那把剑，你知道你会失去什么？我不动这些，走开。啊，爹，我求你，为了我，您就把那把剑给他吧。难道您这20年来忍受的痛苦还不够？是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其实我早就打算好了，把我的那把剑作为你的陪嫁，好让他如愿以偿。可是如今我不能这样做。为了维护一个剑士的荣誉和尊严，今天我非要惩罚他，给天下佩剑的人留下一个好榜样。魏宝，去拿我的剑来。是。爹，慢着。林峰，不错。这位前辈，在下与夏侯公子有一剑之仇，所以特地赶来，不能让您的剑把他给杀了。哼，夏侯兄，如何？慢着，我们还是到外面去，不要弄脏了人家地方。稍后我就回来。你们的事，退下。真不愧为洛阳第一剑士，过奖。凌风特来领教。
停。停。你这样还能打吗？少废话，快拔剑，不然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好吧，既然你一定要打，我们就干干脆脆来个一招剑胜如何？西军争辩，来。不，不这样的，我们不必面对面，就背对背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背对背战，影儿为我们鼓琴，曲中弦断，我们就彼此出剑，谁出手快谁就赢。爹。爹好。影儿，去把你的琴取来，再为我鼓一曲。
我喜欢听你时常唱的那首歌。去吧。这把剑，痛苦和责任都是你的前辈所说的就是这把剑。不错，就是这把剑。可是为什么拔不开？他再也拔不开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锈死在剑鞘里面，变成一把废铁了。啊，那你为什么说这是一把天下最好的剑？他的确是天下第一把好剑，因为这20年来他始终没有被人用过。